你不能打我，不能骂我，对了，我还有好吃的、好喝的，还不能干活。抽死你，你信吗？你抽呀。你要是能站得起来，我就服你。二少爷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站住！ 你信不信我把你撵走？就凭你？哼，我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不知道谁是二少爷。李龙，哎，来，来了来了。怎么了，二少爷？马上叫段妈来，把这丫头给我撵走。哦，好。 哎，等等，别叫段妈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来着？吃、喝、玩、乐。我答应你。你不撵我走了？不撵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管我为什么呢？可你刚才还说撵我走的。行了，你别废话了。 总之我答应你不打不骂，而且还好吃好喝，不让你干活。行了，赶紧把药拿来给我敷上。买定离手。嗯。 哎，应该在这里头的。给钱，给钱。啊，哎呀，还来不？嗯，再来一盘。哎，你这盘得慢点啊。没问题。看好了啊。嗯。 给钱！哎呦，再来一盘，不来了，明儿再来。哎，你还来劲儿了是吧？我说来就来，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？信不信我抽你啊？哎，我说你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拿鞭子，看咱俩谁抽谁。哎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不抽你，不抽你，你过来陪我聊聊天。 来，请你吃瓜子儿。好吧，今儿想听什么？就说说你吧，说说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不能说。为什么？说出来有杀身之祸。真的假的？ 是皇上，我娘是皇后，我是被人太子桓狸猫换出的皇后，后来流落到了江湖上。你骗我的吧？当然是骗你的了。你跟我说真话。行行行，跟你说真话。我爹不是什么皇上，而是。 狼，我是一个弃婴。
从小被人扔到了山里，是一只狼把我养大的。啊呜！我好骗是吧？骗你的人又不是我。那是谁啊？我养父。这些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爹亲娘是谁。你养父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。自从把我给卖给你们家之后。 我再也没见过他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可以在咱们沈家待一辈子。一辈子？嗯。只要你收敛点啊，不要老是那么出格，我就不会亏待你。拿开你的爪子。 开饭喽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吃饭了。星儿昨天已经能做了，也没叫疼了。看来王正谷还有两下子，早就没让王正谷来了。说是王正谷的药太慢，他房里有个丫头给弄了一个偏方，还挺对症的。是吗？哎呦，那可要好好犒赏这丫头啊！ 我记着了。哎呀，你说，星儿这次能够痛改前非，这顿打也算没有白挨呀。但愿吧。我倒是有个想法啊，这星儿也老大不小了，房里也该有个人，这样他既不会再出去戏院荒唐。 身边有个人说个事儿啊，劝两句啊，也就慢慢长大了。娘说的是，那你就留意着，看他身边哪个丫头合适，叫星儿收了吧。行，我好好看看。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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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戏弄我！ 姐饶命！姐饶命！姐饶命！给不给？这少爷给我的，不给，别废话。给！哎呦，饶命！饶命！姐姐，那就选周莹吧。